刚才讲了怎么设置这个东西啊，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下这个连续关闸，这个效果啊。第一步，先打开这个感应头开关，控制端开关，然后开始关闸一个啊，这就往前推。到最后面，瓶子可以继续加。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关掉了啊，以免它错误的，如果是就是感应到东西，它就会漏水啊，这样就安全了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关上之后，这个瓶子的那个重量是不是相等，22克。